谢主，愿我们所赞美的、所歌颂的，都成为馨香活祭，献上给你。在这主日的清晨，我们同心合意，在你的圣殿，要来领受你的大好消息，以及满满的恩典。愿你的慈神爱所亲自将我们牢牢的包围，使我们的脚步不滑跌，我们的思想纯正良善，能够喜爱亲近你，能够昼夜思想你的律法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将来永恒的日子里面与主面对面站立站稳。愿主你亲自带领以下时间，你的圣灵亲自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所以我们都能够有满满的感动。在以下时间当中，主要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有遇到困难的，或者是心里有许多的重担，带着重担来到教会的，或者是身体有受伤有病痛的，主要都求你全然的来医治，就会亲自来掌权，来带领一下时间，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力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恭读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。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接下来金句朗读，我们一起来念金句二到三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好，大意请大家叫我来听。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，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你是上主的，你是上主的，也是伊的律法，也是伊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也袂打去，伊的叶也袂打去。伊所做的一切亨通，伊所做的一切亨通。英语。好，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我念哈 ，His delight, by His delight, is in the law.Of the Lord, and on His law, He meditates day and night. He is like a tree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, which yields its fruit.Whatever he does prospers. 愿主祝福每个人听他的话语就遵行的人。接下来时间交给传道，传道今天所要传讲的题目是蒙福的道路。